然后你可以跟我买赎罪券，然后这些钱我们就抽给观众。我谢谢何董，我们谢谢何董赞助我们下个月的零用钱。痴汉先生，但这样我知道把你那天跟女同学的影片外流出来了。有没有花有事要来帮我带我解个主线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关台。好，谢谢大家。算了，你们，我感觉观众好像，我感觉勇士还没有来集合。那我先去解个主线啊，不，先解个每日好了。听说隔壁台是选手，我没有玩神魔啊，现在没有玩了、啊。我当兵的时候有玩，而且是在我站哨的时候。哭啊！老大，我的 AirPod 你说要请我吃茶六、啊，还要买 AirPod 给我？什么时候要兑现？差不多了吧？你去睡觉。你现在是在约我一起睡觉吗？太直接了，我会怕。可恶，羡慕他小啊。听说廷宇跟河马这两天好像有点欧啊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都没有干嘛哦。我这练我的功，你知道吗？我又剪我的片。我什么时候没做？有人跟我说什么？有人跟我讲说你们两个这几天好像很欧啊。来，以下开放自首，自首无罪。然后我们有在设计新的图片了，以后就可以看到新的订阅图、追踪图、抖内图、什么什么图哦，以后都有新的了，好不好？就给个时间。好，我懂了，那个小花粉，我懂你的意思了，我等一下就把号码编掉，合理吧？我跟你说，欧洲这种事情。跑运啊，什么欧洲啦、Lucky 啦，什么这种事情，在我这边是不允许被发生的。遇到这些事情的人，我们都一律ban掉。然后你可以跟我买赎罪券，他就写 Stanley， 请购买赎罪券，一个10000块哦，解一天10000，然后这些钱我们就抽给观众。我谢谢何董，我们谢谢何董赞助我们下个月的零用钱。好，以上我们继续先解个每日，不要讲干话了。你想连八啦，连你去死喔。我在打牌了，你整天在打麻将。你再这样子真的不行喔、喔、痴汉先生，你再这样我知道把你那天跟女同学的影片外流出来了。看到吗各位，这是一只普通的手机。但你们知道吗，你知道里面我存了很多痴汉跟他学姐的影片。喔、哦、刚我没有讲话对不对，我刚没有讲话，没有讲话。啊，有兴趣的请在节目的最后留下你家的电话啊，我们节目会密切的与你联络哦。好啦好啦，别认真一点，不要讲干话了，我们走一个清新优质的形象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真的要转型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都说什么花语变了，说我以前是什么很优质的形象，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像小丑了，我赶紧变。这年头也是很难当实况主，打波可以帮我下一句话吗？实况开了2年多，存款只有10000多，单压成二，这样很不优欸。虽然我早就过气了，啊，没有红过，但是你们也不能这样子啊。我还是有很多私底下默默支持我的小粉丝，好不好？我还是有很多大奶，不是，还是有很多那个就是喜欢我的大奶的。我跟你们讲一个笑话，对吧？我跟你们讲一个笑话。我以前有一次活动的时候，等一下，有时候我怕讲到后面我他妈失败耶，我被出紫色的球啊，怎么都蓝色的，妈的，确诊任务哦啊！继续讲，我国中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课，就是前面黑板嘛，对，前面是黑板，超好笑。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，就是因为可能算到很累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算数学，算数学算很累，然后她就这样，然后嘴巴就开开了，就亏亏啊，然后就这样。然后我们数学老师就说：“那个林叉叉啊，快睡着了是不是？嘴巴张那么开，谁的赛事啊？”看，妈的，我坐在最后一排最后一个，笑到快死掉。我一开始还听不懂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想一想，觉得哎呦，对哦，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东西哦。博君一笑啊，不要太认真啊，博君一笑 ，OK。我跟你们讲一个好消息。
就是我下个月要拆牙套嘞。我戴蛮快的，我戴两年三个月就要拆了，花了我不少钱，干你！你知道戴了这牙套要多少钱吗？已经可以让正头买多少女朋友了，你知道吗？小米想买吗？哎呦，不好说，你不要等一下又推锅到我身上，干！来啊，让你见识一下我有多非洲。你要找我帮你抽，你就做好心理准备。你知道吗？没有期望就没有失望，真的。我玩风子玩那么久，这句话最老实。你就觉得啊，反正本来就洗不到，你就去洗啊。啊，洗不到正常嘛。啊，洗到就当意外了，对，意外制裁。哎呀，真的。我举个例子，我没有暗示什么，我没有暗示什么，我就举个例子而已。我梦到的，好，我梦到的。当你有一天觉得你自己可以当总统，可是结果我现在被罢免。哎呀，真的，我没有暗示什么，我就举个例子而已，我梦到的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抖那一下吧，我剩2000万封币耶，哇干！哎、欸，你们一人，假设一人给我1000万封币，现在几个人？200观众好了，那我就有20亿耶，要不要？一人1000万就花总。哎、欸，你这样讲我真的很难过哎，干，我要给观众看，你这样真的天理不容啊！刚刚有一个人私讯我。他跟我说：“阿丑，我好了。”他这样子讲我哎、欸。对于这种破坏游戏友善的人，我决定对他提出司法的告诉。干妈的，法院公道博真的要拍是不是？算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毕竟我们能提告的对象也是人类啊。啊，动物应该是没办法告啦，那狗应该没办法告吧？狗可以告吗？狗不行告吧？好啊，算了，动物就不跟他计较了。有谁啊？哇，四个怪人欸，四个怪咖欸。好啦，出发喽，同学们。哇，好多人在洗这个哦，真的是很夸张欸，这为什么要洗武器啊？觉得无视不够多，哇，只会出无视的。哇，看你差点被射到，被拐吧，还是被拐吧。那、好吵哦，这个音效。我绑了，看到我这个手速。哦，看，失招了，完了，尴尬。哦，这位置不错。谁死掉啦？要解吗？我不用吧。你们剩几条啊？我没开、欸。要解吗？下一轮开始，如果你们又中招，就要解了。直接绑喽。我又招了，妈的嘞，一直跑哦！哦。好的，他大概命不久了。看到我这个细节的操作了吗？我这个降空落叶斩 ，Hello， 不要随便引亡好吗？你还有天葬爆了，完了，尴尬。好，不错哦，引得不错哦，要灭国啦！完了，我砍不到他。哎、欸，他一直隐形啊，但我很难打哎、欸。你各位啊，起床了吧？我要死了、欸，我快死掉啦！最后一波了，起来帮打咯。死了吧，大哥！
我的项链。好，谢谢。干。No， 我的项链。好的，谢谢各位，我们又空爆了一周。想说打什么项链呢？本来都没有啊。